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就是开票日，1月27日，陈思宇是抽中5号，何志伟是抽中2号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开票结果咯。这里是何志伟的健谈服务处，这是这一次的那个补选的啊，陈元曲1号，何志伟2号，王毅凯3号，4号陈炳溥，5号陈思宇。这里就是台北市士林区百灵国小的投票所。